你这家伙，怎么每次做事都让人不痛快？你这个抢走黑龙宝玉的家伙，没你说话的份。那件事，我不解释了。都是因为你，害我为了寻找宝玉，奔波了几十年。不管是对整天四处逃跑的你，还是对那些龙出现后依然不思进取的人类，我都已经厌倦了。 我得帮你们收拾残局到什么时候？现在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了。这点举手之劳，我还是可以帮你的。不行！蠢东西！你这又矮又软弱的家伙，能干什么？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都那么没用。我会让你死得轻松点的。 少在我面前耍帅，既然要死了，我就顺便把被污染的宝玉。不！被你杀死的感觉，实在糟透了。彼此彼此。人类在这种时候。 是不是会做什么道别呢？你要变得更强，小鬼，不要再露出那样的表情。真是条蠢路。